大家好，我是白金卡妈妈。我是钻石卡妈妈。我是艾斯卡妈妈。哇，这三位妈妈都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对，这三个妈妈我都想要，都不知道选择哪个了。那你们三位妈妈都有啥技能啊？对对对，把你们的优势说出来，这样我们容易选择。白金卡妈妈的技能是做饭，钻石卡妈妈的技能是唱歌，艾斯卡妈妈的技能是辅导学习。哇，这三个技能我都喜欢，我该选择哪个呀？我先选，我也选，我要选白金卡妈妈。为啥？因为那厨艺非常棒，做饭好吃。没错，你要选了我，我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吃货。我选择钻石卡妈妈。哎，因为我唱歌不好听，我想让这个妈妈教我唱歌。取长补短，那我就选择最后一个妈妈艾斯卡妈妈帮我辅导作业。好，那你们把我们带回家吧。乖，妈妈回家。走吧，妈妈。走，妈妈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我今儿个就随便做做啊。随便做做都做那好，有龙虾，有粥炖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烧鸡。你喜欢吃那种，明天我全部再重新给你做一样。我还能变花样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哎，你慢点吃，还有个西湖牛肉羹呢，我给你端一下啊。你咋了？你咋看你不高兴呢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赶紧上学，学校同学都说我唱歌不好听。唱歌不好听？对呀，他们说的可过分了，说别人唱歌要钱，我唱歌要命。哎呀，唱歌这方面妈妈在哈，妈妈给你教你。哎，对哦，妈，那你会不会唱下山？当然会啦。那你教教我吧，等我学会了，明天再唱给俺同学听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乖，那你就跟我一起学，我好好的教教你。中。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太差了吧。哎，慢慢学，不用急。出卖了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不错不错，这边唱的非常的不错。太好了。哎妈，你再教我一首。那我就再教你个古咏者吧。行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。去吧去吧。哎呀，不对呀。这题咋那难，他老选不对呀。哎呀，又错了，这咋回事？哎，花，你咋了？妈，这道题太难了，我都算了一晌午了都没算出来结果。你算不出来可以问我呀，我辅导你啊，我的技能就是辅导作业。哎，对哦，你是艾斯卡妈妈，技能就是辅导作业。可是俺这题那难，你会不会啊？还没，我不会的嘞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小红每两天去一次公园，小新每三天去一次公园。儿童节这天，他们在公园相遇，至少再过多少天，他们才能再次相遇？他们再次相遇是几月几日？对呀，我咋知道他们啥时候相遇啊？我觉得这道题出了有毛病。首先，我问你，儿童节这天是几月几日？六月一号。对，小红两天去一次公园，小新三天去一次公园，他们相遇的这一天是儿童节。那么下次小红去公园是几号？他一号去了，隔了个一天。三号。没错。那小新呢？小新中间隔两天，他是四号。我有最笨的办法教给你，咱往后推，小红和小新下一次去公园是几号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小红是三号、五号、七号。我知道咋算了。对，你算出来下一次他们去公园分别是几号，然后就可以算出来他们相遇的那一天，这不就知道了吗？妈，我知道了，还真厉害，我知道咋做了。好，算吧。三号、五号、七号，小心是七号。没错。其实这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，等一下我教给你。乖，拜服了，艾斯卡妈妈辅导作业真厉害。小伙伴们，三种卡片妈妈，你喜欢哪一种呢？